从前有一个狐狸和兔子约了一起爬山，爬爬爬爬，突然狐狸发急，摔了一跤。兔子就说：“那我在山顶上等你吧。”狐狸很认真的爬了一年，终于爬到山顶。根本就没有在等他。那你知道兔子这一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他怎么过的？兔子自己到了山顶，他最期待的就是每个月一次的电话，他最害怕的就是每次挂完电话之后漫长煎熬的等待。他以为他能等待的结局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，但没想到狐狸居然突然消失了。没有消失，我们都变了。我没变，我一直想和你在一起。是啊，我也想。不要他，我也不要你。放开我，林夕！放开我！我说我不要你了。我不要你了。我再说不要你，好了。交给你照顾了啊，哎，麻烦了。好，那你没事。谢谢你啊，学凯。哎呀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怎么喝成这样？你干的？不是我，沈鹏宇。什么时候蹦出来个沈鹏宇啊？谁呀？一个不靠谱的男的，灌的酒。我找他去。哎，哪个学校的？你现在找他有什么用？打电话挺着急的，我们赶紧买票回来吧。阿姨，芝芝怎么样了？刚从医院接回来，现在已经睡着了。怎么突然就昏倒了？都怪我，他想去踢球，我不让他去，结果他就偷偷的跟同学去踢，踢得太高兴，出了好多汗，然后又脱了衣服，下午就晕晕乎乎的，幸亏同学妈把他送到医院去了。医生怎么说？是心肌炎吗？
不是心脏的问题，只是受凉了，不过也吓了我一跳。没事就好。妈，你要不先休息吧，我折腾一晚上了。哎呀，我不回去，我看着他我还安心一点。走了，妈，再不休息黑眼圈都出来了。啊，真的有黑眼圈了？你去休息吧，弟弟我看着就行。那你好好看着他。总算回血了，哎，感觉芝芝又瘦了。一场病瘦三斤，这回我妈又要操心的吃东西了。感觉阿姨这次特别紧绷，都不像她了。文璇女士，天塌起来都无所谓的人，也就记住时的事，能给她慌成这样。可是，男孩子好动很正常啊。总不能永远让他不踢球不运动吧？他也只是想像别人一样而已。要不然我没课的时候都回来看看他，这样你也安心一点。我在想，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随时随地监测他的健康状况。就靠一下，靠了一晚上了。那他俩谈恋爱？哥哥姐姐长大了，谈恋爱不是很正常吗？那我能谈吗？你先把药吃了。那现在能谈了吗？现在也不能。哦。对了，我下了点饺子，一会儿吃了再走吧。嗯。我觉得他好差不多。我看也是。高云朗，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，没想到有一天会这样说再见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突然要分开，一时不知该怎么面对，没能跟你好好告别，是我的错。小时候我总是一张臭脸，个子也小，被人欺负的时候是你站在我身后保护我。后来我们一起玩游戏，王总，哎，快传啊，传球，快，看漫画，一起逃课，被骂，很闷的我因为那些出格的蠢事觉得自己没有白活。我不知道没有高云朗的沉默是怎样的沉默。有一句话一直没来得及告诉你，你永远是我最重要的朋友。